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。三二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。这样你们稍微站一下吧，我觉得是这样。要这么，对，没事，一会儿会给你开的。来，我与你有足迹，可以啊，当然，就是我开始的时候也，我再远一点我出话了，我要走。那个什么，就是。小龙女没有阳过，哎，对，啊，action， 小龙女不能没有阳过，我没了你会难过，怎么样，刘老师？我这星座就厉害了，水瓶座，啊，好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懂，但我知道你是啥星座，是吗？不，我知道他的名字，啊。不是正经星座，天水瓶座，因为他是水瓶嘛。对，说是别哭。哎，所以我特别想。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。然后。可以去了。第一名叫做与生俱来增生八个啊，那么与日俱增生八个。只要是酒我就醉了。是，然后呢？我觉得，对，就是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。